这位是巴基斯坦的一个男孩，他现在要唱一首中文歌曲，他现在就在中国，大家他是第一次尝试来唱中文歌曲，所以想大家认真听，然后可以大家评论一下他唱的怎么样，然后下面请欣赏塔西为大家献上一首情深几许。优秀的队伍第几名，写下了告白